为我少年郎，敢问天地是锋芒，披荆斩棘谁能挡，世人笑我我自强，不负年少。赶快下来，赶快下来。把它培养成为我们全国各个行业上都有他们。让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，做个星星之火，点亮孩子们的人生。一直是搞的啥，就是说一辈子就搞这一个事，从来没放弃过一天。写请战书的那一时刻，我们下定了决心，我们就一定对自己有信心，能担起这份责任。在抗疫胜利，我回家娶你。